直流吧，你一拿完货应该就倒了。超商里包裹堆成小山，几乎快要碰到天花板，商品往货架上堆，善用置物空间，因为双十一过后超商货量暴增。有多少件？将近三千吧，就双十一样夸张。有些要准备出货，有些是到店等客人来拿，多到全混在一起。网友抛出超商奇观，纸箱淹没柜台，店员露出一颗头，还有包裹堆成一面墙，完全挡住超商玻璃，塑胶袋装着箱子，占据超商走道。我很保守了，妈妈有精打细算过，大概五单吧，还有保养品一起买，小朋友尿布得买10000多块，光尿布就好几箱了耶，下任何单都不用运费，我就一直买一直买，小东西也买十几样吧。货架不够放，货得堆到冰柜上，超商店员在纸箱写上手机末三码，要加快找货速度。双十一档期期间，就是进来的货量有涌进了大概4到5倍。电商平台分析，手机和周边配件、美妆保健跟居家用品最热销，另外也有业者统计，医疗口罩每秒卖3个，保养品5秒�卖1件，运动鞋每分钟卖4双，购物平台网站光1小时涌进2000万用户，消费者动动手指上网狂买，超商店员理货忙到手软。三十元李慧哲谢淑敏投的。